主员累倒，主员累倒，长龙撞倒，长龙撞倒，主员累倒，主员累倒。各位记者好，我是黄君婷，是会员代表。那就对于我们三个超时的航班呢，主要是公司现在就提出了两个方案，也就是金边还有东京，他们发明了一个叫做包月的方案，就是他们让组员去申请一整个月，然后加送你20天的休假。还可以飞自己想要的其中一个想要的长班这样子，然后他就认为说这样子包月的话呢，就能解决过劳。但其实这个解决过劳的方式也只有晚报到30分钟，也就是大家所看到的时间上面再扣30分钟，所以这样子如果要超时的话，就还要再更久的时间才会再超过12个小时。但是我们主要提出来的诉求是待在飞机上的时间是真的很长，而且这三个航班的乘客属性都是比较需要被照顾的，所以当然是在我们服务的方面，大家也都知道长荣航空是一个5星级的航空，不管是包月还是其他没有服勤这些航班的组员都是很用心而且很努力的在服务每一个航班。那当然是提出这样子的方案也不代表说在飞机上的时间就会减少，在飞机上的时间也就是过劳的主因。那其实这中间都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但长荣航空就因为说你们组员就是喜欢这些包月的方案，所以我们扣掉后面前面的半个小时之后，你们就可以不用过劳。但其实这样子是不对的，我们对于这些过劳航班当然都有提出另外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过夜。那为什么要提出过夜呢？就像刚刚我们的理事长廖以晴说的，那我们东京很容易，北京很容易在军演的方面超时。那超时的话呢，其实会动辄3个小时以上。这绝对不是说我们只要卡掉前面半个小时啊什么的就可以解决的。所以我真的是呼吁长荣航空，请正视组员的需求，还有组员过劳的这个，不要再凌驾于法律之上。针对长荣航空公司吼。据工会统计，哈，超过150个航班这样违法，其实我们认为，哈，这个过劳航班已经不是个案了，它其实是一个通地形性的，不管你是北京的流管，还是气候因素、下雨等等，其实这个都已经是航空业，哈，习以为常，可以预见、可预见的控制的变因，而不是说每一个超时的航班、超过12小时的这些短程航班，哈，全部都是个案，全部都是这个。临时性的、突发性的状况，其实我们工会真的不这么认为。已经有这么多的航班哈，都已经有超过工时超12小时的状况，所以我们希望哈，透过这一次哈，我们从凌晨4点哈开始苦战到今天下午4点哈，我们会等待这个游行的队伍哈，从下午1点在民生东路2段长荣海运的大楼哈游行，经过总统府到这边来跟我们游行的空服员会合。那其实机上还有很多状况是，比如说客人他生病了，然后这些也都是我们要处理的。就是其实社会大众他要知道，这个航机的机门一旦关起来了，飞机飞上去了，所有的资源就是在这架飞机上面。那我们的机组人员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也是要充当灭火的人。因为机上也有客人曾经发生过他的手机冒烟，然后或者是他在厕所抽烟等等这个状况，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随时在这个客舱环境里面保持警觉，然后必须要去保护所有整架飞机的所有人的安全的。所以我才会说这个公司的问题，你来回这样子飞行这样子的操劳问题，那他到回程的航班上面，他是不是还能够这么集中的能够给一个正确的反应，做出一个正确而不是错误的判断，然后保护大家，然后让这个飞机平安的抵达降落在目的地，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问号。所以我们会希望在还没有发生意外，在还没有发生这些遗憾之前，我们工会希望可以做到保护组员，同时最重要的是也希望社会大众搭乘飞机的飞行安全是得到被保障跟重视的。
长荣航空的报到时间是起飞前的两个小时，就是120分钟前。对，所以我这个航班就会变成是7:15报到嘛，但我7:15就要在公司刷卡打卡了。所以我如果家里住的比较远的，我就要有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搭车的交通车时间准备。所以我等于就是5点多我就必须要起床了。可是这些是隐形工时的部分。那我们就是从报到开始算到就是飞机报离，然后把乘客送下飞机，加一个小时的那个就是客舱之后的一些后续的工作，比如说我们会有轮椅客人，我们也要等待轮椅客人所有客人都服务下机了，然后做客舱的一个安全的检查，执行完毕了之后，我们才能回报说 OK， 那这才是算下班。对，这中间我们都是在工作中，并不是如公司对大家说的，在中间地面停留的时间，组员是有时间休息的。大部分我们时候，我们有可能有时候忙的时候是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因为也许说我们台北起飞，也许就已经延迟了嘛。嗯。那是不是为了要让飞机回程的时候准点率提高，要尽量准时，所以就会压缩地面的服务就准备的时间。那这时候空服组员他要配合的部分就是要快速。嗯。快速负责的把所有事情完成，包括配合的还有餐勤跟清洁，要上新的餐点啊，然后还有清洁的部分，然后还有安全的检查，然后才能让新的客人，就是回程的客人，然后安全舒适的登机。可是当你们出国旅游回程，从东京或北京，啊，就是或金边，就是回程的时候上机，你们看到空服员，你们也许就会认为说，他们正要扶我们开始上班，其实你们可能。大部分人不会多思考到，他已经打了一趟工，而且是凌晨，像这样天还没亮就出门了。就是我想大家可能比较不清楚啊，飞机在起飞降落啊，是失事率危险最高的。那所以我们空服员在那个安全逃生的训练上，这一块是非常非常严格的。空服员只要在门的操作，就起降这个时候，有稍有一点点不符合标准，这个处分都非常严格的。我要讲的是说，因为一般旅客可能不清楚。那这个时候组员的压力是很大的，他必须保持精神上很清醒，然后头脑很清楚，然后他要注意客舱的环境，然后客人的状况，然后有没有危险因子发生，然后要随时排除或者是适时的通报。那这些可能都是大家不能想象的。那如果说我们空服员的状态，你从起飞到，比如说以我东京来讲，起飞到了东京，我大概已经工作了6个小时。然后这时候呢，我要再回来再5个小时、6个小时。你们想一想，我在最后降落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精神是不够好的？那当然，组员会有他的责任感，他自己的安全也很重要，他会努力的去排除这些问题。可是长期累积下来，就是空服员啊，他的一些疲劳的累积，对，然后包括可能会影响到后续半表或者生病，然后恶性循环。东京航班其实是一个晴空乱流的区域。那这个晴空乱流的区域就代表说，机长他的那个仪表图看起来，它就是一个 clear sky， 就是所谓俗称的一个晴天的状态，所以它不会有一个乱流的警讯。那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在送餐的过程，或者是你正在走饮料的过程，飞机可能会突然骤降，大概比如说好几万次，这样子你的人整个会反弹上去的。那个东西你无法预防，因为机长在那个时候他看不到那个乱流的状态，所以那个状况是非常紧急的。但是空服员首先做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处理自己的伤口，我们是先去问乘客有没有受伤，需不需要帮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机舱里面劳动的一个责任感，一个责任心。但是这一些我觉得公司都把它视为太理所当然了，所以我觉得空服员这一次的这一个罢工诉求有很多项东西在争取的，其实我们是要求一个公平与尊重，而且是一个工作的尊严。我们希望公司可以在乎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帮我们改善这些